肖战身穿西装，在众多时尚博主的眼中显得格外帅气。他身材高挑挺拔，穿着一件黑色修身版西装外套，尽显高贵气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还穿着一条白色西裤和一双黑色皮鞋，整体造型十分干净利落。私服直接暴露超高衣品，是指不经过设计师或制衣师之手的衣服。一般来说，设计师会按照面料、剪裁、风格等方面来设计出一个初步方案供客户选择，而制衣师则根据这些要求对服装进行制作，最终将制成的成品交付给客户。目前市面上流行的紧身礼服就是如此。他的私服服装让人眼前一亮，不仅款式新颖独特，而且配色也很符合自己的风格。肖战穿着私服直接展示了自己绝佳的外形和气质，使得很多粉丝都觉得非常惊艳。私服直接曝光，说明肖战对自己的服装是相当自信的，相信自己能够在舞台上绽放出最美的光芒。这一身私服展示出来的优点不仅仅只有造型，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了肖战帅气而又不失优雅的一面。肖战的这件私服充分体现了他对于个人形象的重视程度，可以说是非常用心地设计了一番。他穿西装时露出来的颈部和手臂线条很完美，完全看不出赘肉或者赘肉，而在私服中展示出来的身材更是让人羡慕不已。相比之下，之前喜欢肖战的粉丝们都黯然失色了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那么有型。肖战这身搭配真是尽显其魅力啊。不过很多人不知道，肖战的私服其实更像时尚摄影师展示给我们看的模特照而已。大家都以为他穿着全套西服或者白衬衫就感觉很帅，但实际上他只是把一些经典设计元素应用到服装上罢了。比如上半身选择白色西装外套配着亮片上衣，下半身是一条黑色短裤，再加上一双尖头皮鞋就可以了。肖战穿着西装展现男模身材，私服直接暴露超高衣品，粉丝们都很喜欢这个偶像，觉得他表现出了独特魅力。肖战穿着西装时他的身材展现了出来，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西装展现出他完美的体型，修长结实，看起来非常优雅和时尚。私服也是如此，无论是紧身牛仔裤还是亮色长裙，都展示出他高挑的身形。肖战在各种场合都能展示自己迷人的魅力，尤其是当他穿上一件华贵的西服或燕尾服时，这种精心打扮让他更具吸引力，更加与众不同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都能吸引观众的目光。肖战不仅喜欢装扮，而且还特别善于搭配服装，无论是休闲装还是正式服装，他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格。这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很难做到，因为他们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尝试不同的衣服或者配饰，但是肖战却能够轻松自如地将这些元素组合起来，呈现一个独特而精致的造型。他穿着西装、衬衫和牛仔裤等各种服装，展现出了完美的身材比例。肖战不仅让人眼前一亮，还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风格。他用自己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粉丝的关注，让人们情不自禁地爱上他。肖战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独特而强大的个人气质，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，他都能够轻松自如地驾驭各种各样的服饰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风采，这使得他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男模之一。因此肖战也被认为是一位成功的时尚博主。肖战的时尚风格是否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时尚博主，他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时尚品味，不管是在私服还是正式场合，都能够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。同时他还拥有丰富的时尚知识，对服装搭配也很有心得，能够根据不同的人选择合适的衣服来表现出个人魅力。总之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时尚博主，那么肖战就是你的不二之选。他独特的气质让人眼前一亮，而这份迷人的力量是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自信和不断进步。我们期待着未来他会更加出色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评论。